广告。广告。腾讯视频 v.qq.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我要反馈，暂停。下一集0:14直播，1:14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5x 1.0x 1.25x 5x 2.0x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广告在线红色帝国因电影公司筹拍福格森爵士纪录片 50%75%100% 07708CFX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9幺BF948BB7015340868665D149011A640V SMTCDNS.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码。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04播放流水 48DE4BFIA4AUS48180505D1C859A3317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在线红色帝国因电影公司筹拍福格森爵士纪录片，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dowdatavidea0778cfx.ing.http.news.gtim.g.com.newsapp.ls0504840740400 视频在线红色帝国因电影公司筹拍福格森爵士纪录片，时长约1分14秒。腾讯体育8月29日讯据每日劲爆消息，英国两大电影公司 DNA 和 Passion 将联手为曼联功勋主帅福格森打造其人生传记纪录片，爵爷的传奇故事奖杯搬上大荧幕。福爵爷已接受了两大电影公司的好意，纪录片不仅聚焦场内，还会展现爵爷丰富的场外生活。曼城拍摄了上赛季英超夺冠的纪录片，穆里尼奥说用钱买不来底蕴，接着曼联也要拍纪录片了，两大电影公司将为福格森拍摄纪录片。今年5月福格森突发脑溢血，现在已逐渐恢复健康。 Passion 公司率先与福格森沟通，并得到了爵爷的授权，该公司此前两年都致力于打造属于福格森的纪录片，该片将由爵爷的儿子杰森·福格森指导拍摄，他可以不受限制的记录爵爷的个人生活、家人、亲朋。每日劲爆称，福格森的纪录片比曼城纪录片拍得更加透彻，或许因为曼联更有底蕴。据悉，这部纪录片以福格森在格拉斯哥的童年开始，并贯穿他整个球员生涯，再到他的成为一位教练，从执教东斯特林、圣米伦、阿伯丁，再到让他功成名就的曼联。用爵爷自己的话说，这些年来我接触过很多想制作一部关于我的电影的人或想法，可直到现在我才满意。到目前为止，整个过程自然愉悦，我期待制作出最好的电影。福格森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制片方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计划将于10月开始，杰森已录制了他父亲60小时录音采访，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杰森·福格森说，我认为这不是一部足球电影，真正吸引我的是从一个独特的亲密角度来叙事，并以这样的方式诉说关于我父亲的故事，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从中产生共鸣，无论他们是否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福格森在1986年11月入驻老特拉福德之前，曾率阿伯丁三夺苏格兰联赛冠军、四夺苏格兰杯赛冠军，还率队拿到优胜者杯冠军。在接下来的26年里，他为曼联拿到13次英超冠军、2次欧冠冠军、5次足总杯冠军、
四次联赛杯冠军和优胜者杯冠军。这部纪录片不仅会还原这些夺冠时刻，还会带来弗格森退休后的生活。自2013年全员退休以来，曼联一直与英超冠军无缘。不过这部纪录片足以告诉曼城什么叫底蕴。古林。